的身外好友 Damien 竟然条款的右手，我们不是为了赶快失去小秋，所以不论如何我都要把小秋留在外省。你先讲，我有什么重要代志要讲？啊，我是讲你一阵仔拢遮早来公司上班，下班了后还该去餐厅做监工，遮尔忝，其实你会当跟我来公司聊天。其实我只是上班的时间较长，也袂忝啊。你一阵仔拢爱加班。你都无话忝，我即个做助理的，就爱较离婚的啊，勤能补拙嘛。对啊，你已经做啊足好啊，而且一天啊无去见工，应该嘛无什么关系。对啦，小秋，咱即久无约会啊，中昼咱做去食一下中昼饭，你感觉安怎？你先接电话。中昼食饭。先接电话再搁讲啊，食饭还没什么重要代志。喂妈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郑凯，等一下中昼妈妈送便当去你家，啊你莫别乱扫哦。你做工课遐尼啊辛苦，爱食好饱，安尼才有营养哈。免啦，你无需要专工乖在公司吃，因为我小弟还有代志要出去，啊而且我中昼饭伫外口吃就好啊。啊！当外口食的物件歹食，又搁贵松松，啊，搁无营养。你几点要出去啊？无我较早提起予你，你食饱才出去好无？哎呦，你好像是做餐厅的，这外口的餐厅好歹，我哪有可能无了解？你放心啦，我会拣对的物件食。妈，你无需要这样忝，为着要送便当予我，搁走来公司一逝。啊，你若是有煮菜，你甲爸做伙食就好，好无？郑凯电话讲几波？唔敢讲，伊是中昼要约我去食饭，才拒绝阿姆送便当过来。我甲郑凯明明是公开交往，为着条款底下画着线，即摆连伫因家的人面头前，拢爱黄叶叶，安尼到底是算啥？规日是啥呢？小小，中昼，你的合约有真爱条款。跟我做伙食饭，较无适当，再搁讲啊。不要紧，我总会找到机会向小小证明我的决心。